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美联毕业马鞍山分行 Tommy Mo， 今日为大家分享一下一个马鞍山楼龄相当之新的屋苑南岸。由大水坑站直接行到过嚟屋苑，路程只需四分钟。屋苑由六座组成，有室外、室内、泳池。客厅是以长形的设计，阔度九尺，长度十八尺 ，total 是162尺。在大水坑站南岸呢个两房单位，个客厅是相当之阔落。厨房都是保留原本的装修，双星盘的设计。左手边有一个三头的主食炉。细房就两边窗的设计，通风一流。主人房都是长形的设计，阔度六尺半，长度十尺半 ，total 是68尺。摆一张 king size 的床，再加衣柜都绝对冇问题。我哋再行前少少睇埋个露台，位置都是相当阔落，景观就望山景。向東南，大家對剛才的單位有興趣，想知道更加多的資料，歡迎聯絡我。我是馬鞍山分行 Tommy Mo， 下次見，拜拜。